AG 与月光彻底分道扬镳，霸气开团 WB 的老板成为了 AG 最佳的嘴替。你想正面刚啊，我就陪你正面刚，你要想侧面内涵阴阳啊，我就陪你啊，那个阴阳到底啊。我的天哪，并直言 TTG 赛训组快要下课了，轮换被换的前车之鉴就是他，还有就是让无畏转辅的迷风花。就在3月21日脱圈已久的月光回归，并且带来了很多消息，包括他与 AG 如今彻底分道扬镳，后续都属于个人行为，不跟 AG 有任何的关系。从这就能看出月光开始布局了，以后应该会有更多的新瓜曝光，就像白衣教练一样，通过自己的人脉爆出一些 KPL 电竞圈不为人知的东西。我跟 AG 啊已经没有任何经济关系了，也没有合同关系，简单直接啊，这个是今天要讲的重点啊，不要去找 AG 了，找我啊，兄弟们，找我啊，以后我任何话语言论自己负全责啊，兄弟们，你会不会开团 AG？ 我永远不会开团 AG 啊，放心啊，我永远不会开团 AG 啊，那开团是有风险的，兄弟们，那开团可能要被律师函警告啊，兄弟们。然后月光霸气开团 WB 的老板成为了 AG 最佳的嘴替，以后直言 WB 老板继续阴阳怪气，他都会直接出来硬刚。这次是因为脱圈已久，没有了解事情的经过，所以没有发表任何硬刚言论，只能说 AG 跟月光虽然依旧没有关系，但是他还是在帮着 AG。 开团微博老板，我现在还不知道啊 AG 跟微博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知道吗？因为我脱圈很久了，懂不懂？你们能懂我意思吧？你们可以把事情经过啊发我，亦或者后续还有这种行为，你们第一个过来找我啊，我直接开团啊，兄弟们，好吧？圈子里面的黑料也好，白料也好啊，乱七八糟的也好啊，我都知道啊，每个俱乐部上上下下啊，有多少不为人知的事情啊，我也知道啊，而且我不怕律师函啊，我也有强大的律师团队啊，对不对？并且啊，你想正面刚啊，我就陪你正面刚，你要想侧面内涵阴阳啊，我就陪你啊，那个阴阳到底啊。最后就是 TTG 血光之轮换有可能会让他们下课，毕竟前车之鉴就是月光，他当初轮换就把自己换走了，紧接着迷风花让无畏转辅助，如今他也走了，虽然老林现在接手也没有让无畏重回打野，但是感觉下赛季很有可能让他回归。你学我的方式轮换啊，我直接预测 TTG 啊三巡组全部下课，兄弟们，我预测直接全部下课，真的。第一，我是有先例的，对吧？我最终的结局是什么？我带着我的赛训组全部下课了。第二，本赛季黑肉赛训组是不是全下课了？对吧，兄弟们？这些都是有事实依据的，是不是？前车之鉴的，所以说我预测下课。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回归边路了呀。好，假设啊，青青现在回归边路了，假设下一场 TTG 比赛又输了，那你们说粉丝们，对吧？开团的理由是啥？哎呀，位置轮换啊，换来换去啊，搞来搞去，那又开赛训组啊，对不对？那心理压力得多大呀。总的来说，月光之所以会跟 AG 分道扬镳，主要是因为他以后成了嘴替，自然会有很多的节奏，甚至就像白衣教练被 Hero 律师函一样，这时候牵扯到 AG 就不好了。至于 TTG 已经让青青重回对抗路，但要是后面成绩依旧很差，感觉赛训组真离下课不远了，大家觉得呢？